大家好，我是鸡排郭书伟，今天很开心来到 K1 赛车场测试马吉斯最新的运动胎 M588。那刚开始拿到这条轮胎的时候，会觉得它的胎纹设计会不会有一般道路胎的感觉？那实际下场测试的时候，它的抓地力其实让我蛮觉得惊艳，在赛车场上的使用速度都还不错，抓地力也很不错。那这条胎如果用在一般道路，或者是小热血的时候，会给人蛮不错的信心及很足够的抓地力，过弯也可以很稳定。那磨耗设计也可以很不错，不会磨损的太快。好，谢谢大家。Yeah.